杆儿后半的那样。不知道。换一换一轮。合适吗？还行，挺好。我上公司去挑呢，敲零件、万向，这仨完我就挨个关门试，就感觉别那俩就是。你用啥？我刚换的这个。龙尾的吗？啊。哦。刚换的。哦。我之前的白糖都使了三年了。哦。使三年了，然后时间太长了。给我换这个。咱们这纸杆我用这个可以是。挺好看的。是。安静。视频里能体现出来了，马上开始。欢迎大家来到乔世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秦皇岛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7-24组第一场1-8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李雪飞、何李亮。三号台裁判员郭翔，运动员张建刚、杜伟。四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刘勇、马文兵。五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夏飞竹、刘淼。六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于红、齐国孝。七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司小雨、李桂泉。八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简子琪、赵雨纯。九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奚宏宇、金恩瑞。十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白龙、冯丽。十一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贾浩辰、刘正杰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孙红瑞、单红宇。十四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沈申毅、樊朗彤。十五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包红峰、王小倩。十六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石伟达、王潘。十七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王玉浩、吕欣。TV 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记录裁判员张小舒、曾叶丽，运动员杨晓明、赵若彤。现在
在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冯毅开局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。
发局，白龙开局。
Thank you.